哎，美女啊，你是哪里的？怎么没见过你啊？我是那边良心村的，去我表哥家。良心村那边找路过来啊？是啊。这里很远的不？也不远，也快到了。好像是，看你小孩子那么漂亮，哎，刚刚走这条路你走的累了吧？要不我们也不累，进里面聊一下天，凉快一下，休息一下。等一下我送你过去好不好？开什么玩笑，我们都不认识，够够孤男寡女不好。你没什么事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哎呀，我们聊一下天，等一下就认识了嘛。进来了啊！不要这样子，大哥。进来了。又没人呢！救命啊！又没人呢！放手啊！救命啊！进来！又没人呢！救命啊，美女！喂，干嘛？干嘛？你谁啊？干什么拉拉扯扯的呀？我家里不关你的事啊！大飞要拉我进去，小树林去聊天呢。啊？不，人家都说不认识你啊，你拉人家进去聊什么天啊？等一下我拉他进去聊一下天就认识了吗？关你什么事？走开！这么凶干什么？不要坏我的好事啊！人家这女孩子都不愿意，你这不是强迫人家吗？哎呀，我看你长得那么漂亮，身材也可以，我们一起进去，来。哎呀！干什么呀？啊！这个臭婆娘啊！你敢坏我的好事，一定走开，不要多管闲事啊！你拉我的时候，你经过我同意了吗？我允许你拉我了吗？谁叫你多管闲事的？哎呀，哪一个正常人经过这里，看到这里拉拉扯扯的，人家女孩子不愿意都会上来问一下清楚吧？再说了，何况人家不认识你。我问了，不认识。我现在等一下，我拉人家进去就认识了。走开！哎，不行，人家都说不认识你了，你就不可以拉人家？不行，就两个一起进来，来。我跟你说，你识相了，赶紧滚！来！别打了，救人命了！要不要去聊天呢？哎，不聊了！我告诉你啊！哎呀，现在可是法治社会啊，给我起来！出来聊，调戏良家妇女啊！这不是犯法的行为，你懂不懂？哎，我就想跟他进去里面休息一下，等一下我送他过去。哎，这个有什么？人家都说不愿意了，你还非要拉，这是强迫，懂不懂？哎呦，真的是！我知道了。美女啊，你去哪里啊？你怎么一个人走这条路啊？去我表哥家。表哥家？是啊，一路上没有车，谁知道遇见这种流氓啊？这样子啊，这条路平时现在都很少人走了，你怎么还走这条路啊？应该有大路啊。不是我，抄近路嘛。以后啊，不要一个女孩子走这种路了啊。要是走的话，走个伴一起走。谢谢你啊。真的是，我跟你说啊，那你现在是初次啊，赶紧给我滚！要是下次再让我看到你，我非上就不走不可啊。臭流氓啊！你啊，谢谢你啊，幸好遇到你，要不然就后果不堪设想啊。没事，其实啊，我也是抄近路，走去隔壁良心村的。这样子啊？啊，你去，刚刚去你表哥家是啊？你表哥家在哪个方向？在前面那里。前面？哦，富贵村啊？是啊。这样子啊，富贵村走这里应该也没几步路了。你就直接上去吧，那谢谢你啊，被我赶跑了，我也赶得出去，要不然我陪你一起去。谢谢你啊，不用，遇到好人，慢点啊，知道了。